WD 真的快稳定了，本剧则仅帮各位同学新增四题确认 seating 转正的积分题，与此同时呢，仅只帮各位同学升平了六句 right from dictation， 所以从目前来看 right from dictation 几乎是快要进入稳定状态了。那你想知道他们到底都是什么吗？与此同时啊，本剧则又帮各位同学新增了两题 read aloud 的，你想知道他们都是什么吗？你想用地表上唯一一份帮你去除那些不计分 seating 题的 PT 真题预测，在最短时间之内拿下你的 PT 目标分吗？如果想要的话，那就赶紧我们一起看起来吧。温馨提示，因为预测文本篇幅有限，所以如果各位同学发现在预测当中你只看到了某一个题目的代号，并没有找到对应的原文或者答案的话，那么各位同学就可以你在预测当中看到的题目代号，在我们每月更新的高频合集易筋经当中，或者是我们最新升级的基金十三当中找到对应的原文以及答案咯。温馨提示二，因为 PT 这个考试是全球统一题库的，所以无论接下来各位同学在世界上任何的地方参加 PT 考试， PT 大西瓜每周真题预测都是适用于你的哦。想用市面上题量最小却最精准的 PT 真题预测帮助你快速拿到 PT 目标分吗？那你还在等什么呢？赶紧看好本期预测的更新吧。Hello，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 PT 大西瓜的 Jacky 老师，欢迎各位同学收看 PT 大西瓜每周真题预测的视频讲解版本。那么本期真题预测所覆盖的范围呢，是2021年的12月15日至2021年的12月21日，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也在这一个时间段之内，或者未来非常近的一个月之内要去参加 PT 考试的话，那这一份地表最强帮你去除了那些不计分 seating 题的真题预测，请各位同学一定要认真看起来哦。 OK，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到各位同学最关心的部分，就是咱们的 right from dictation 吧。 OK， 那么首先呢，要在这里告诉各位同学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啊，就是咱们 right from dictation 呢，我们基本上可以算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极为稳定的一个阶段了。 OK， 因为本期预测呢，仅只帮各位同学新增了四句确认 seating 转正的积分题，与此同时呢，仅帮各位同学升平了六句咱们从之前的极高频以及中低频当中变成我们现在新题及加油包的句子，所以相对来说呢，目前 PT 这个 WFD 啊，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稳定的阶段了。各位同学在接下来的备考过程当中呢，你的重心就一定要主攻咱们预测当中的两个标签的题目，一个是咱们的 seating 转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加油包的题目哦。 OK， 那各位同学一定要利用好 PT 大西瓜的真题练习官网，我们的练习官网当中呢，这个 right from dictation 部分你只需要去筛选这两个标签，与此同时你就可以练到对应的这些积分的句子了，并且这个界面和考试里面的评分完全一模一样哦。 OK， 还等什么呢？还不赶紧把它们全部都练起来吧。OK， 接下来呢，长话短说，首先是我们的 SC， 其次是我们的 SVT， 与此同时我们的 SA， 这三个部分本剧则没有任何确认积分的题目加入，也就是说啊，这些题目相对来说依旧是十分稳定的。在这里面呢，尤其要提示各位同学的就是我们的 Summarize Written Text。 Summarize Written Text 呢，近期啊确实我们的题目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呢有不少的题目都是咱们暂时没有找到原文的真题，所以这些题目呢，请各位在准备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认真在我们的易筋经或者是我们预测当中找到对应的题目，把这些给到咱们的满分回忆，认真的看起来。最后就是咱们的 essay 已经要说吐了，一共就那三十个题，好好的准备准备，这三十个题目一定能够让你的写作更上一层楼。 OK，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咱们的口语部分。本预测呢，在我们的 read aloud 的部分呢，继续帮各位同学新增了两个 read aloud 的题目啊。那么就目前来说呢，各位同学任何的 read aloud 的题目新增你都不需要害怕，为什么呢？因为这种题目的新增啊，就是新增进来就是给到你更多的练习素材。那你想想，我练的题目越多，咱们本身的这个肌肉记忆就能变得越好，你整体的表现也会越好，顺便你还能提前熟悉一下咱的基金呢，说不定你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就遇到了这些题目呢。 OK， 好，那么以上部分呢就是本期预测全部的更新了。所以目前来说呢， PTU 考试啊，除了 right from dictation 之外，其他的真的是稳定到爆炸的一个阶段，所以你还等什么呢？还不赶紧下好咱们本期真题预测，用文字版赶紧帮助你拿到你的 PT 目标分吧。 OK， 我们下期真题预测再见咯，拜拜。
Thank you.